这个灵气，你才会当顺着安静的心，是我有这条清净的天性。要来讲到顺宝啊，献清是灵魂的天界，我会当用到清净的自在，有我这点灵性。亲像咱母娘啊，献的清，顺咱稳定的灵气，对着顺母啊的心，咱爱有这么稳的灵，真理是天灵来，回咱稳定母的心，再来讲清净顺天灵。是灵魂的灵气，咱爱顺家的心定，掀开则是天性，安定是母啊的心。有咱这条清净的天理，咱爱落家顺母心，用咱这点清净的天意。你才会当打通清灵这条元神呢。咱有这么稳的天命，只有传着先天的灵气，真法则是天性，落地稳定是天命。这点灵元的神，是我有稳这条灵魂。要转入清净的心，灵伊会显露。再来讲顺母通灵，予咱以前一点灵性，这是咱回到清净的顺心。母娘啊，爱予我会当传，亲像落架这条母性。拢是代表这个天，是咱元天这个灵气，咱爱做主的是天性这个道，咱爱通的拢是天界，本来是无的元性，这个天理慢慢，我爱来讲开这么精的心，天元一点。灵天性，恢复自在显露神，转咱归是天意，悟出清净是无，是咱原始的天界，转到咱正法自在，回来清净是天命，爱咱道家顺心，灵魂。伊的天意，只有转入通灵顺性啊！一条真法的灵气，对咱清净的心，有咱无这条灵魂，转入通这条性，拢是原始的天意，阿母阿罗伽顺性，天灵。这点愿心，爱咱显露有稳定的心，这点灵魂的天界，只有传达清净自在，是你这点清净的心，带予咱老母娘娘啊，伊的本性，随着清净的天理，咱只有兑现。老母娘娘伊的心意，拢是掀开这点灵性，你再来讲顺家罗灵，掀开这点灵魂，只有转咱安定的心，你有一条清净的天理，咱再来讲罗家顺母心。这是咱正天的发性，嘛是咱来讲着顺家
的天命，灵源的灵气，爱咱献明顺心。上苍伊的天界，爱咱恢复神的在。我有这条清净的天意，归我灵源的家，拢是这条清净的心，咱才有原天本灵的性。这个天界拢是咱的元能，这个灵气。今仔我照着无形的灵性，直讲这条清净的心，是咱对着青天的家。我爱有这么稳的心，灵源本意静落心，爱咱转着现世灵，度着清这条心啊。这是咱原来的本性，你只有一点慧能，依咱有稳的灵气，咱再来讲顺加慧能，是你一条清净的心，带有咱老母娘娘啊伊的性，献着清净的天理。咱只有转着无的心意，青天有母有灵气，转咱清净顺天神，现咱有稳遮尔啊静。无形伊只有讲咱的灵，顺着即间气，通着咱即马天的精神。这是咱元天这点气，伊来引咱落灵，咱家己将着咱这条灵魂开出来，咱才有这呢种的性，对着这个无清的源显的明，是灵魂这个天意，伊敢若有一个天书规矩，我照着安尼来传。敢若亲像我心顺着这条绳安尼行出来，这个天理只有我会当照着实在。我即马所有的接触感觉，照着青天这个灵气，咱这个心才会会增长。因为我要讲的是通这个周圆。虽然是圆安尼咧说，但是我是得正诶，功德诶。这是咱传来无形诶心，我才有这点这么顺诶教，是咱无形这个天性。我有这么清诶心，因为我这个灵无关呢，所以讲我甲这个灵拍开，会当出入。现主是我的心，但是我的心是在在。现主是灵在做啥？伊是甲我相通的，甲我感应掉的。安尼我感察会出来，我察明会出来，是咱这条现主是的心。我要向着无来讲着经，这是咱现主是已经过，所以讲我有这么多。这么精的心，传着真理的灵性，我再来讲顺加定神，是咱无形的天性。你再来讲元天现前，是咱无这条心。再来讲顺加这么精，现开是天意，爱咱落定是顺理。你有一点清净的灵性，咱再来兑现这么精的本性，灵源伊的灵气，只有转入咱清净这条心，因为只有咱现主是咱的主灵，伊才会当转这么精，
因为这是天的能量。今仔我照着天赋我的事我，安尼我才会当回到我家己，倒转来咱原来这个无性。真理是天性，爱咱回秒才是通灵，有咱一点清天的心。我有今仔这点灵魂，敢若亲像母牛啊的孕啊。今仔我照着先天的心，才是母牛啊伊的原性啊，是咱今仔的灵气，掌印先天。咱的性，啊！你就这么定一家，来带你这条灵恢复清净的心，是咱以灵魂的灵性转过着清净，咱的本性符合着这个天的灵魂，这点灵性拢是天界，咱爱。是无简单的心，直通这个灵的本性，安尼我才有这么稳的天神，是咱这条清净的天性。我要表示神，伊才有这个威，才有这个光，才有这个力。所以讲神，伊是啥物拢知。所以说我要讲的是灵来做神，安尼我才会清楚。凡世间这条路要安怎行起来，你才有这个神的记。啊，是咱有这条正法的天性。我爱来讲甲清净的本灵。凡世间只有人甲神合作会。你才会当知影天上天下的代志，真理是天灵源，回来转则是灵气，爱咱顺着通灵的神。今仔日我爱是清清清清，拢无甲我阻挡的，嘛无予我有动荡的，无予我有烦恼的。安尼，我再来讲通灵这点灵性。伫世间，我都感觉会到。我这个灵，若受到咱现主是无去，因我的神主宰，安尼我就是清清，无负担的，无受到压迫的，嘛毋免讲无灵来甲我指挥。这个天理只有行出到咱的自然性，是咱以。正法的天界，咱有这个神的主宰，是咱爱有了解。一世人，咱修持，要修我坐正坐全，无爱愈修愈大空，愈修愈变样。是咱这条清天的性，咱爱顺着通天的灵，是灵魂。这个灵气，咱爱有清入来，这条本性。伫咱即马的天意，阿母啊，你落甲这么顺的心情，拢是恢复的天界。你才有这么稳定，原来显着真法的灵性，咱再来对着顺家的本性。是咱以正法正天命，顺着稳定的天界，咱才有一点原始自在，回到清净这条灵气，咱只有转到通天神，上苍这点灵气，爱咱落加顺天神，有咱一条正法界。咱再来讲回母心会知，是你这条清净的天意，母牛啊定法这条神，这点灵魂只有天理，慢慢落加现世心，
转咱开，则是天性；放着母娘，则是天神。咱今日照母啊，这点灵性，嘛是咱的心态会出来。安尼，咱走这条灵的教，献开着这条本源本性，这个先天的本性是为遐磨出来，为遐生出来、传出来。当然，伊是大家的中心，是咱今嘛要讲的灵性。咱爱有顺着通灵，今日咱就用灵魂。你才有这么轻、这么轻，无染着咱凡尘，安尼你才会当用着你的性意，就是你的性态，就是你的心、心根、心的清净。今日我用着安尼这么顺的心，是咱爱有现世界的灵气。今日我用着咱人的三业。身躯我伫遮，但是这个身躯我用着精力，用着这个气，用着我即马出神，这条灵魂出来。所以讲，我用着精气神，用着身躯，用着我即马要讲的话，安尼来传，是咱用着现主时的精力。这是咱真正的精髓拼力，啊嘛是出力。我有这条青天的气，当然是我的身躯所有的一真能，我才会当代表神咧讲的话，这么庄严，这么实际，这么有力，因为伊会当导咱的灵倒转来原来，这种力量。不是要告诉你直接沉沦，那直接沉沦，啊，这就是假暂时的啊。所以讲，是咱姊妹咧讲的鬼神，验的好，验的歹。伫这里验的好，验的歹，就讲我有当时啊真有钱，当时啊真善食，当时啊真快乐，当时啊真忧愁，未平常。今日你要跳开，就咱姊妹无快乐，无艰苦。啊，就是咱即摆修持，你会离开着咱现主时的界。今日若做恶，有恶的界啊；今日做善，若欢喜有无？有欢喜迄个界啊，迄个嘛袂真啊。咱欢喜就是死啊，尔尔。所以你爱跳开着，跳起来着，你家己爱升华。现主时，咱拢是平静的，恶的对咱嘛袂发生，善的对咱嘛无啥物追求。咱只有顺咱的心，点点啊去做善，来补咱过去的恶。上苍的法界，啊，你着知影讲修持人，你爱安怎自在，安怎家己解家己，袂当真正来顶咱熬，啊嘛袂当来巴结，即个心明，你有所求，显着青天的真意。咱再来讲顺加落心，最主要就是咱的心，这个力量才会真。你求来是暂时的力量尔尔，敢像你咧请人做工课，啊是你即卖咧讲的龙群结党，你才有这个这么阿爸的、这么残忍一种做法，爱是暂时的，到尾啊，你只有行无回头的路尔尔。是咱这条青天的灵气，咱来顺着通天的心，是咱要讲到原来的天性，咱才会当讲清家己的心。因为咱逐天咧听，母娘啊，伊咧教咱的法，绝对无左右的，无善恶的。安尼咱就知影讲，母娘伊即马要带咱倒转去，是善恶。合在顶冠的，你无分的，大家拢是同款，甲至极啊，上界冠啊，迄、那个真心啊，是咱以这点灵气，咱爱是清净的心，
是咱原天本意。你再来讲顺加显的清，今日上主要的就是在世间，咱这条灵要学道理，学到咱这条灵，那规个拢会清楚，母会知影的时阵，安尼咱倒转去，就唔免用到现主时这个道理啊，只有用到咱的心情咱念念，上界悬的意境，迄、那个意境就是讲你爱生就生啊，现主时你就会当化。法就是咱的法性啊！你会当意识用这个法一直变、一直变，变到真大啊！要讲就讲咱在世间，咱今仔日要讲的就讲净化，净化伫你的心这个真力出来啊！悟出这条灵性啊，打开天元这尊神啊！这就是咱今嘛在世间你修的上界尊神就对了。会当讲上界悬的、受人尊重的这尊神啊，这个天意只有用到咱个人的身躯，你来发射到你的心意啊，这个才是咱真正通灵。在世间，你的心会当发到老母的心，安尼来平合，是咱用到清净的天性啊，你才会当讲到顺加。这条清灵，现着灵源的灵气，转着清净母啊伊的性。灵源是天灵的本性，爱咱来讲，则是安定咱的清灵。度着正天这条灵气，爱咱显灵顺加的神，拢是稳定这个天性。你再来讲悟出清灵的心，是咱安定这条灵魂神啊，这么稳的教。我有这条清净的天性，是咱母娘啊，这么顺的心。灵源是一点气，爱咱为主则是天，显着原来的灵性。咱再来讲通天清净，有咱这条灵法界，再来引着清净顺缘来，无形伊的天性，只有转咱道界本性，上苍的灵气兑现，则是先天性。无啊，爱咱有稳的灵魂，转着清净。这条心是你有这条清净的法界，咱才有安定这个原来无形伊的本意，是清咱顺加落定，灵魂脑照天意，服侍这条元神出家。这个天理拢是灵性，出见咱的本元神，这个天意。只有清在咱的脑海、脑神呢，安尼你才会当讲到无生着咱即马的性，寄入来咱通这条灵魂的路上，今拢是咱心的路，你会当顺安尼这么平、这么直，这就是咱团的气，一个人会受感嘛。安尼，咱才会当讲定家己的心，因为你有这个考试的心路，你才知影你这个路上所有生出来是清光的景色。即马我爱是通我的精的，安尼我才会当愈来愈清。你的心若起心动念，你个人这个心智。那还佫伫咧，你就无这个清净，互你伫遮讲出来，哪行哪欣赏，咱现主是清中的风光，是咱对着清净的法界，咱再来讲度化这个灵性，是顺着稳定这条灵魂，世间只有净会出来。
但是你要照着现主持的模样讲出来困难，因为这爱反应足紧的，你爱经验足济的，啊有诶拢是照迄个镜出来，伊则慢慢写伫边仔字，啊到尾啊，这个字则甲做咱现主持的册论经，就是为遮来。是咱要来讲到先天的灵性。今天我要发射到先天神，所以讲我要讲的是老母的性质，老母伊的真意，这毋是平常一个人你会当讲的话，因为这要经过真济人的印证，这才会当讲通会过。现主是你代表先天的保性，是咱有这点正天的灵气。但是凡俗的人，就讲凡人，伊爱拜神，伊爱修炼，但是修炼又浅的，有深的，搁较深的。所以人，你就爱靠家己现主时，你的判断能力尔，因为咱人的能力拢有限的，啊，甲咱过去福报。也有关系，因为每一个人有咱所有的家内一本难念的经，有的爱做工课，有的有钱一边赚，种种的关系，毋是这么好沟通的，毋是安尼讲伊就听会入的。每一个人拢有伊的个性，有伊活的生活方式，所以讲。咱会当用着上普遍化的、上解方便多的，安尼咱来予大家进入着伊现主时的这个心境，然后慢慢体会着心境，这个心神，安尼咱才会当强修，现开的灵性啊！世间无讲足紧的有无？我着知影讲无形事啦。今仔咱爱慢慢啊，受着正统的训练。你若看做兵，前头嘛有忠心，你出部队要做班长，嘛爱阁操过，爱阁练过，有无？爱阁受着迄个班长迄个考验过，你才做班长。做班长了，你要做士官长，爱阁经过真侪训练过。你要阁做连长嘛，同款啦。连长，你要做营长嘛，同款啦。拢爱经过足济足济考试，足济足济训练，足济足济你担当过，你才知影安怎为家啊，为下面一直升华，甲咱个顶悬，你这个位。上苍这个天意，母娘啊，即马就是用安尼举例，但是咱要用着现主时的空性，就是天理，安尼来补咱现主时的心理，互你知影。青天有咱灵气，爱咱转着清净的心。伫咱有这么稳的天性，咱再来讲顺家的清灵，无形伊的灵性，只有现咱度化的清净。伫咱即马灵修这条路，有真侪人讲高哥啊，你敢捌看到鬼？我讲。啊！我著逐工甲即个鬼神做伙，甲咱即马讲遮个祖先有无？山神、土地，啊！甲咱即马地灵公，甲咱即马万神堂，甲咱现主时个魍魉妖怪做伙。啊！你看我捌甲鬼做伙无？所以讲鬼惊我较恶啊！是咱即马咧讲个灵天灵气，当然啦、啊，咱是爱鼓励啊。但是你做歹爱甲纠正啊！啊！甲叫来驯化，是咱这条青天的灵气。鬼是咱人去做的，咱人有妖鬼、垃圾鬼有无？太高鬼啊，不输鬼啊！是咱这条青天的灵气。你要教予伊清净，恢复原心。你看安尼，我是毋是甲鬼斗阵？是咱会当讲的灵天灵性。咱来讲到这么稳的天灵啊，是咱爱有
现主时的受制。咱再来讲通天清家己的心，咱人毋免惊鬼啦，惊咱家己做无好啦。啊，嘛毋免讲去惊别人做无好，别人甲咱也无关系啊。修持是修身修家己啊。你敢拢知影？你家己会当自觉啊？你要觉他有无？迄时阵的境界，就毋是你即马，敢若亲像咧屁笑别人安尼啦。所以讲，你要觉自觉困难呢，是咱爱养有原来的灵性。咱再来讲通天清净，我常咧讲爱原谅别人，别人你看伊安尼唔对有无？你的心若阁有量啊，伊就变好个啊。所以讲，只是你的设定有较矮啦，啊，这个歹人，这个做唔对，但是伊有回头的这个空间啊。总有一天，伊会回心转意啊，伊会做好啊。啊，你慢慢你着急，是咱爱有这条青天的心啊。咱拢有过去世的业啦。这个业力，伊若还无够的时阵哦，你若讲会动，所以讲来来去去这么侪人，敢若讲会好势有无？咱这唔规大官，现主持你甲看，大家嘛是同款戆刷刷。好的物件讲到这么明，伊都无要治啊，爱要带一世人的病，要阁留后世人的病，什么病？贪的病啊！唔知影反悔的病啊，这哪有遐快？干那简单几句你都做袂到啊！你要甲人修持一般，是咱有这条正天的性啊，爱咱有这么稳的心。咱人的心就是不爱输人，但是你这个不爱输人啊，这个性可怕，惊人啊！一世人你也翻袂哩，搁翻到后世人，搁后世人，一直拗落啊！是咱要来讲到灵天的灵性啦，这种的足重要性，母娘再叫我开口啦，讲给恁听。现来是正天神，爱咱转来顺天命，是咱有真稳这个天性，咱才会当启动清灵。有咱原来这条灵气，因为我爱将着凡世间的意思，达达甲放，安尼慢慢啊听，恁才有法度听到咱即马母娘，伊要我讲的这个源头话啦，原文就对了。上苍有法现世形，转咱正家度咱正，回到真法本意。调回众缘顺天，灵源主宰现世形，转咱大法这条教，现咱灵源本天心，转来安定本意啊，清灵到来现世缘，转咱清顺意，到咱灵家现世心，定法先天照天性，奉天转来度灵。有咱一条正法界，现咱清顺元神，无形正果是天意，传来现世则是天，拢是顺咱源头，无娘啊讲，这么顺一生，直接讲到天法界，生出着天理这么在，现落清家则是天性，予咱顺母则是天命，拢是原来这条心。爱咱顺意这条灵，这点灵气只有兑现，咱有这条现世界，咱再来度化这么清的心，予咱有这条清天的法界，咱才会当引着清净的元神，这是清天的本意，慢慢落加，才是通咱的心。有咱这点灵光的法界。咱再来照着母啊元神，这个天意是阿母啊行咱的，啊嘛是咱暂时伫只训练的，是咱以这条正天的灵气，咱才会当顺着这个天，这个天无所不包，所以讲
我爱这个天，予我这个自信，我才有这个能力掀开着我的心神，拢是现世界的本性。咱再来讲回到原来这尊心灵，上苍脑正发觉，爱咱开发先天的本性，落伫这么稳的天理，咱再来讲扭入来这么顺的心意，道着正天是顺天性，安定则是显的清，无形主宰的天性，教咱转达现世情，拢是无的灵气。咱再来讲顺加稳定的心，你有一条清净的本性，带咱稳定这条元灵，这点灵光的灵气，咱只有兑现落家的心。我有一条清天的气，咱再来讲顺母啊，静的心，是咱以静天的法，慢慢引着顺母的心。你有一点正法的天性，咱再来讲度化现世情，是你有这条清天的心。母娘啊，才有这么定的缘，现着清净的本性，带有咱老家这条元灵，现世界只有清净，阿母也只有度咱的心，一点正天的灵气，对现顺家则是天。有咱无形定法界，咱才会当通天顺自在。无形正理是天性，爱咱悟到则是天灵，一点灵气归天灵。阿母也转达这么正，是咱以正法正天的心，咱才有老母这么稳的灵，现在清净的法界，咱才有这么稳定的心。你有一条正天的教，我再来讲顺母啊通灵，一点灵气现的正，咱才有这么稳的心意。这点灵光的天界，只有定法自在，上苍伊的本性，再来讲开发先天灵。有咱这点清天的教，咱再来讲顺母啊通心，是咱有稳的天性。你再来讲一条元天性，兑现则是咱的本性，阿母啊落家则是安定。你有一点正天的本性，藏伫这么顺的天界，我再来讲顺母自在，现咱这么稳的天意，咱再来讲道家顺天神，无形主宰这个天命，爱咱看到原始的神，咱有清净的天理，再来讲顺家这条心，现咱有无这么正？是咱传达清净的气，这点顺家的天性，咱只有讲法清净，是咱顺着无形的灵性，咱来是顺之外，这么清，因为这个天是完全清的，所以讲伊才无这个分界，无这个形象，咱才看无。所以讲，咱的心若亲像这么清，你就会当自在啊！你要现世就现世，你看到倒位，就是拢清的，大家拢相共的，一色的。是我即卖要讲的话，拢是大家爱听的话。真个你才会当受到咱现主持的清佮清正的心。啊，你若有这个心，啊，你就倒转来无量这个，这个清灵的界啊。是安尼，我才会当讲大声话啦。这个神呐、啊，伊有真正的正气呀，有真正的体质，伊是要救咱人啊。这条灵变起来做神呐、啊，这个假啦，这个假就是讲你的资格啦，你即马是神的身份啦，唔是咱人，咱人是禽兽的身份呢，是咱。有这条清天理啊，
禽兽是讲袂听的啊，但是咱人是禽兽灵长啊，咱的灵所有的地位是相关的，人爱互讲会听，你才是人啊。因为这世人你要成人嘛，你有成人才会成神呐、啊，是咱做善爱成善啦，啊，这才是咱的原则。天下间有殊荣共享啊！有咱即卖行业365行啊，但是咱行即行有无？凡人较少行的，就是道业啊。今日咱要讲的修道嘛，修道就是咱即卖咧讲的啊，引咱倒转去即条路。啊，即条路是伫倒，伫咱的心的破败。这拢伫心内底啊，啊心内底看无的物件，只有你家己去明白、去甲观察出来啊。是咱以清净这点灵性，咱要来甲集中，这个天神啊，神伊都无分啊哦，神伊都是真正的庄严啊哦，有伊的威仪哦。有伊个威力、威风、威武哦，啊，这则是咱讲个通天个灵性啊，神伊是严肃个啊，所以讲咱爱是正法个天性，献到遮尼稳个本领。如果你即个做神，你心若阁当当响响哦，啊，你着阁降落来变鬼啊，是咱会当讲个灵天灵气。鬼毋是歹话啦，就是讲你心有病啦，这个意思啦，病盲，啊你心有疑就鬼啊。所以讲凡世间人，伊叫是讲鬼好生甲真歹看有无？看咱电影、电视咧演安尼有无？有诶无头啊，有诶会嘴齿痛出来安尼啊。这是地府诶迄个形体啦，啊地府都关咧，伊那装会出来。地位就离鬼啊，离鬼就是啥？唔愿死的有无？啊，伊僵死的，互逼死的，迄有无？有领指令的出来，迄个鬼啦。啊，迄、那个鬼嘛，针对伊这个冤亲尔尔，冤亲有无？这个冤家尔尔，修持伊看到你，伊就是真正足崇拜的啊。安怎讲？伊就行唔着路啊。啊，现主持有无？伊要来共讨债啊。啊，讨会到无？一定足忏悔、足后悔。人用安尼来解说，你着听有啊。所以讲，你若意志用事挺强的有无？到尾也拢无好个下场啦。只是了你的心有无？迄、那个愿尔啦。啊，你啊看边边啊人，哪有啥物，互你切，互你怨？啊，毋是对你足不起的啊。大家互相安尼生活。你过你的生活，我过你的生活，你有你的心境，我有我的心境啊。有的爱啉爱播的啊，有的爱跳舞的啊，有的爱收钱的啊，有的爱读书的啊，有的爱股票的啊。世间拢是暂时啊过，拢咧骗的尔尔啦。你搁较大的财产，嘛是暂时。你暗时嘛是睏迄张眠床尔尔。你敢无法度讲困两点钟，我搁飞用飞行机、用车，搁驶来高雄，搁困伫对顶眠床，想较快嘞啦，莫心白嘞，你知无？啊嘛莫比啦，比爱比这个多。凡世间呐、啊，有形的啊，拢是暂时的，你比的有话都戆人啊。但咱人有话都是要比官比家啊，伊比我较好好。伊这个字比我搁较红，搁较济，心放会快。平常时，咱若较俭嘞，就过日啦。是咱道化这个天性。世间你大业落来，你家己爱想讲，你即世所做的，过去所做的，是毋是倒位啊差错？伫你这个手下，再袂顺。即个头壳早互你翻甲鼻白叫，老师也着好啊。查囝嫁出来生两个查囝，两个后生，
搁有迄个财产，过去所有欠的拢找倒转来，但是迄两个都无娶咧。过去嘛烦恼甲要害咧哦，啊！今次嘛伊放开啊，无放开嘛袂煞你啊。啊，放开了咧烦恼迄担，是毋是？啊，全来甲接啊，嘛是逐工伫遐烦恼。那烦恼会煞，迄无事无悲都毋是伊的代志，伊嘛烦恼。啊，那安尼我就无爱烦恼啊。那以我个人啊，迄我要逐工真正坐伫遐有无？啊，甲遐个神尊，啊，甲我家己这个心有无？啊，伫遐研究，啊来听一寡外口的这些知识有无？这些知识，这些资讯给我，我要静静啊，当命。啊，收偌济算偌济。烦恼会解决代志，我那世间就无一寡，予咱烦恼烦袂完的代志啊。所以讲，咱要将着烦，甲化甲真正，拢无烦，安尼才是咱修持这个宗旨啊。这就是要了你的心结啦。哇，过去咱前两三天迄个师姐啊，伊讲伊万几三十年啊，好修复嘞，啊到尾啊有无？新准予伊两字，啊师啊，我这两字唔知要哪解吼，节制啦，结有无？就是讲这个了节节有无？迄、那个结果的节有无？啊解啦，我讲这就是，结就是你的心结啦，敢像恁白肉粽有肉粽结啦，哦，啊你爱偷迄个结啦，啊你这个结呐愈拍就愈硬啦。今仔日咱修行，就是咧偷咱的心啊！心你莫互伊绑咧啊！甲就是你甲死，你甲困咧，甲死住有无？甲吹安安，啊！你的心要怎有量？当然是鸡仔长鸟多。咱人修行，心爱愈来，这个量愈宽。唔知你讲，宰相腹肚内底挺个过船啊！宰相伊就是这个。巴肚伊就是遮尔有文化、有学问，内底哇变来变去，伊都我都应付啊，安尼走我都治政啊，走我都扶持国王还是皇帝啊，王爷啊，就是讲一个国王啊，你的天平啊，爱互八字啊弄啊，就表示你要有智慧啦，爱我都移民呢，世间啊。就是慢慢去体会啦。国父啊，伊讲咱人啊，唔通做大官，做大官会变质啊。你爱做大事业，世间啊，所有事拢共享啊，倒一个唔是贪。大事业就是天业啊，你爬起咧天做神啊，安尼神。你才有法度保庇啊，神你才会当开口啊，救众生啊。啊，无你敢伫外法会场遐咧摆咧铺哦咧多，今日我修二十年，比别人六十年搁较侪时间啊。我了解才去试试啊，尔尔。啊，你伫外口互你摆啦，啊，互你七天、十天，互你上届坐一个月啦。安尼你甲叫叫遐个祖先来。伊是了解啥啊？当伫咱遮十几年遐尼济，你看伊了解啥啊？啊，我话场十几工，你着要度遐灵。所以讲，我定安尼讲，修行啊，爱有基本，爱有基础，爱有基准，爱有基招，爱有基本心。毋是遮尔简单啦、啊，你人人咧报第一啊，着好啊。这只布袋戏啊！你要学做王，要学做歹人，你爬起来人几个啊？入来伊就倒伫遐。人生就是安尼，假遐是咱伊这条青天的灵气。咱再来讲顺家这条灵魂，咱人啊，趁咱今嘛咧王，就是啥？王多啥？你现主是四十外岁、五十外岁做马，就咱街东。老爸生咱，啊，咱大汉啊，搁生囝儿四岁，啊，孙啊出头，啊，这个中间你若无收，无机会啊。咱讲七七八八啊，对无？
查某的五十六，就头头啊，伫咧拢拢头啊咧拢咧恁这个拢咧老化，查甫嘛同款啊，对无？所以讲，这袂当去骗你啊，凡世间拢是公平的。啊，你如果若超过这，就怪物啦。互你搁较贤保养啦，十年、二十年，目一个年就过啊。你若看过去咱囡仔，啊，当这个阿公啊，较早我会记得，阮伯公啊，六十四岁，我拄啊读国中的时阵，啊，六十四岁，伊就迄阵啊，就咧艰苦，我去我遐看，文良啊，你来看我哦，阿伯公啊，真正吼，就艰苦安尼，艰苦甲足足叫安尼。我阿伯公，你几岁？六十四岁。啊，我唔知当时才要六十四岁。啊，即卖就六十四岁啊！你讲我国中伊时阵目七个年，哇，做兵转来，啊，光一个啊，迄个雷锋呢，都六十四岁啊！唔知讲迄时阵，别讲啊，六十四岁就这么紧。过去阮大舅啊五十空岁啊，阮四舅啊嘛五十空岁啊，因就再见啊。阮四舅迄阵四十外岁来，伊来遮，阮拄啊起厝好，伊拄啊来啊。啊，我迄阵是拄啊二十外岁。啊！伊时阵伊就拢爱啉酒，啊啉啉的，我唔知啉酒的酒醉呢。伊拄出咧外口遐讲，我倒来讲怎啊倒落？我讲，啊这四哥你着七九点要怎奈倒落？啊，到尾啊恁才知影讲有影，这酒精瘾有无？你若还佫滴咧有无？都袂甘要佫加加落。所以人爱经验，你爱看会出来啊。啊，你如果若无去了解这地有无？无探讨这地有无？你唔知伊的真的来意啊。你只是讲我卖啉卖啉。但是卖你的意思，你都无法度讲出来啊！你所有了解伊的内容，你都无法度了解啊！所以人卖就是卖伫遮啊！啊，你若知有一摆安尼，两摆安尼，三摆安尼，恁搁伫家己安尼，哦，有影，这个物件对真正麻醉人，但是咱当控制卖啊，这个意思啦，是咱要来讲到这条正天的灵气，咱人就是爱知影内容。今日咧讲经，你唔知这个内容，你修持唔知修持要做啥，俺就白行呀，枉费啊！我唔知定咧烦恼，准坐你这么认真，你到底你是捌啥？走来走去，你到底你是真正，你即马是啥物程度？伊讲我嘛唔知道，是咱安尼慢慢你这自信，我定讲准坐。恁若有啥物物件，都坐会啊有无？伊六十五啊嘛，我讲你爱记起来，啊记起来，你转去爱慢慢啊甲背。阿妈，你若徛上台仔顶，你才有遮个话，才有遮个道理，好共开破。啊，你嘛有一丝仔福报，一丝仔果报。啊，无你完全拢是家己念念，你无去做有无？啊，你无去讲经说法。你无去将善报恶有无？你永远也是同款凡人嘛。正天的灵气，转咱上苍这条灵性，是咱顺着通天这条本灵，咱再来讲顺觉这么安静。好啊！
哦耶嘞嘿嘞嘿喽，哎呀啦哎呀哎呀，哦耶嘞嘞呀，哦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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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耶嘞嘞哦啊哦啊哎呀，哦耶啊啊哦啊耶嘞嘿，哦耶嘞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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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哎耶嘞吼哦哦，哎那啦哦，哎耶嘞啦吼啊啊啊哦哦耶耶吼吼吼，哎那吼啊耶啊吼啊耶嘞嘞呃啊啊耶耶呃呃吼，哎那吼啊咿呀啦啊啊啊哦啊哦啊咿呀啦哦哦哦耶嘞吼，哎那啦哦啊咿耶嘞嘞呃啊咿耶嘞啦。哎耶嘞啦，吼吼吼吼吼，嘿嘿啊啊耶耶啊啊哦啊耶啦，哦哦吼哦耶耶吼，哎那啦吼啊咿呀啦啊啊啊啊啊，哦嘞嘞吼，哎那啦哦啊咿耶嘞嘞呵啊咿耶嘞嘞呵啊咿耶嘞哦哦哦啊咿耶嘞嘞吼，吼耶吼耶。哎那哦啊咿耶嘞呵啊咿耶嘞嘞哦哦耶，哎那吼啊咿耶嘞嘞哦啊咿耶嘞嘿，哦耶哎那哦哦啊啊咿耶嘞嘞呵啊咿耶嘞哦耶，哎那哦哦哦哦哦啊咿耶嘞嘞呵咿嘞哦哦哦，哎那哦啊咿耶嘞咯啊咿耶嘞嘞。哎呀哦啊咿耶嘞嘞嘿嘿哦哎咯，哎呀哦啊咿耶嘞哦哦啊哎呀哦耶嘞嘞啊哦哦吼，哎呀哦啊咿耶嘞嘞嘿嘿哦哦哦哦哦哦啊啊哦啊咿耶嘞嘞吼啊咿耶嘞嘞哦啊咿耶嘞吼。哎那哦啊咿耶嘞嘞哦啊啊啊哦啊咿耶嘞，哎那哦啊咿耶嘞哦啊咿耶嘞呀哦哎嘞哦哦哎哎哦哎哦哦啊啊咿耶，哎那哦哎嘞哦哦哦啊咿耶嘞哦啊咿耶嘞哦，哎那哦啊咿耶嘞。啊咿耶嘞吼耶嘞嘿，哦耶嘞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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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哦耶哎那哦啊咿耶嘞嘞嘞哦啊咿耶嘞咯啊咿耶嘞嘞哦耶嘿哦耶哎那哦啊咿耶嘞嘞哦哦哦啊耶。哎那哦啊咿耶嘞嘞哦啊咿耶嘞嘞哦啊咿耶嘞哟耶嘞哦耶嘞嘞哦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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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哎那耶啊哦耶嘞咯哦耶嘞嘞啊啊咿耶嘞嘞哦啊咿耶嘞嘞哦哦哦哦啊啊耶耶哦耶嘞哦耶哦耶。哎耶嘞哦，哎那哦，哎耶嘞咯，哎耶嘞咯，哎耶嘞哦，哎那哦，哎耶嘞嘞啊哦啊哦，哎耶嘞哦，哦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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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耶嘞哦哦哦，哎耶嘞嘞。哎呀吼啊咿耶嘞嘞呵
哎耶嘞嘿，哦耶嘞嘿嘞哦，哎耶嘞嘿嘞哦哦哦，哎耶嘞哦，哎那哦啊哦，哎耶嘞嘞哦，哎耶嘞嘞哦，哎耶咯哦哦哦耶耶耶，哎那哦耶嘞嘿嘞耶耶哦哦耶耶哦耶嘞。哎那哦啊咿耶罗啊哦啊咿耶嘞哈哦耶嘞嘞哦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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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咿耶嘞哈哎那哦啊咿耶嘞哈哦耶哎那哦啊咿耶嘞哈啊啊哦哦哦啊啊啊哦耶哦耶嘿嘞哦哦耶嘿哎那哦耶嘞哎哎那拉摩啊咿耶嘞嘞呀哦啊咿耶嘞嘞呀哦耶嘞哦耶嘞嘞哦耶哦耶哦耶嘞嘞哦哎那哦啊咿耶嘞嘞呀哦啊咿耶嘞嘞哦哦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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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哎那哦啊咿耶嘞嘞哦啊咿耶嘞啊啊哦啊咿耶嘞嘞哦啊咿哦啊啊哦啊啊哦耶嘞嘞哦哦耶嘞嘞哦哦哦哦啊咿哦啊咿耶嘞嘞哦哦耶嘞哎那哈哦耶嘞哎那哎呀哦耶呀哎呀哦哎呀啊啊哈哦啊咿耶嘞。哦哎那哦哎耶嘞哦哎那哦哎耶嘞嘞哦耶嘞哦耶嘞哦哎耶嘞嘞哦哦哦哦啊哦耶啊哦耶哦耶哎呀啦哦哎耶嘞呀耶呀耶呀耶呀啊啊啊啊啊哦耶嘞嘞哦。哎那啦哦啊啊哦啊啊啊哦，哎那哦啊咿耶嘞咯，啊咿耶嘞嘞哦，啊咿耶嘞嘞呀哦咿嘞哦，啊咿耶嘞嘞哦哦哦，哎那哦啊咿耶嘞嘞呀哦啊咿耶嘞哈啊啊啊。Yeah.